荷里活巨星奇洛里维斯连日嚟喺香港为自导自演嘅新戏进行前期筹备工作，吸引咗大批传媒追访。喺6月12号呢一日，奇洛再次出动去到多个地方睇景，行运港九新界，可以话香港一日游啊！奇洛以及佢嘅工作团队先后去到观塘工厂区以及系将军澳嘅片场，之后车队再驶去位于上水嘅污水处理厂。身穿蓝色恤衫、牛仔裤，着上波鞋，戴住 cap 帽嘅奇洛同工作人员指手画脚咁研究场景，非常认真。而最后一站，奇洛就去到旺角一个商场，在场记者争取最后机会接触奇洛，但佢身边嘅工作人员就多次阻止传媒拍摄。Hi.How do you feel about Hong Kong? Hi, 你好。Is it for the movie? Yes, very much. You like Hong Kong? Yes, very much. Thank you. Bye bye.奇洛逗留大约30分钟就离开商场，全程不发一言，非常之酷啊！